大家早晨好。我们在每个地方都看到。学习心得报告。上官老师，主题：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如何落实？尊敬的师父上人，在最近几集《净土大经科注》讲解中开示大家，不要参与任何争论，别人争论，我不争论，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从我自己做起。我只有恭敬赞叹，同时又连续以宋朝盈科法师为例，提醒大家要有决心、毅力。这些至理真言和身体力行，都让弟子自惭形秽。想到贤公老人家最后表法，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92年的老实念佛，就为这最后这一出压轴好戏，虽能感受其中意义深远，不可思议，但究竟要有怎样的心行，才能落实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落实的利益又在何处？都是一道道考题。焚香礼佛，忏悔自己，静下心来才体会如下心得。一，无我的人能真正落实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大惭愧弟子常常对师父上人的判断力、决策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何师父可以如此八面玲珑、面面俱到、照顾周全，而我们只能片面行事，不能圆融？根源就在用心。圆满的智慧和福德从无我中得来，一切为众生，没有丝毫自我在其中。这就是实现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的决定条件。无我的人没有执着和对立，也就没有牵挂和障碍。无我的人证得了一切众生是一体，一身即一切身，一法即一切法，也就没有批评和争论，没有埋怨和憎恨。师父上人曾给出一把衡量事情对错与否的尺子，那就是为自己的，对的也是错的；为众生的，错的也是对的。曾经有人举报了自己同事以后询问弟子，他做的对不对，该不该举报，因为被举报的人常常在工作中排挤他。弟子没有资格评价，只是把衡量对错的尺度告诉了他。他听后也算坦白，说：那我肯定有为自己的一面，但是那个人真的已是众矢之的，恶行昭著。好一个但是，不错不在举报行为本身，而就在但是后面的内容里。这就是众生还不能成佛的根源，总在别人身上找错误，总在给自己的自私自利找借口，不能做到无我，不能做到僧战僧，都是不断复制但是两个字后面的借口，蒙蔽自己，成就了轮回的黑夜。惭愧弟子，后何尝不是呢？没有事事都能做到僧战僧，定是自私自利还在作祟，
进一步就是傲慢自居，才有对立和斗争。想要实现兴旺佛法，唯有从放下自私自利开始，对一切人事物恭敬和赞叹，正契合本经开端第二品德尊普贤。世尊之所以在本经中将德尊普贤放在此处，就是表明若不能得尊普贤之德，则不能入佛法藏，不得真实利益。若能得尊普贤之德，则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成就究竟彼岸。贤公最后表法，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的意义也在此处。贤公一生得尊普贤之德，老实念佛，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行超普贤，一生成佛。所以师父老人家才赞叹贤公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圆满表演了无量寿经的信愿行，一生的行仪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二，十玄之主办圆明聚德门，就是劝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的理论依据。主办圆明聚德门是说，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法法交彻，故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缘起。一即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赋予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即与法成伴而尽极之。师父上人开示过，这好比舞台表演，今天你在台上做主角，我在台下做观众，明天换成我在台上做主角，你在台下做观众。这番话给惭愧弟子很大启示，一切众生唱的实际是一个舞台，一出戏，主角和观众轮流做。如果其他众生做主角上台表演时，我不捧场，反而起哄，有朝一日轮到我上台表演时，众生也一定不肯买账轰我下台。既然是一出戏，一个戏团，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也跟着好，一个利益团体不可分割，恭敬赞叹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内讧斗争，争来争去，损害的最终还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法藏比丘建立超世稀有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共出广长舌相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心皈依，回向往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菩提。这就是本经中对十玄之主办圆明聚德门的表演，也就是如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的表演。因此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这是极乐世界的境界，是妙喜世界，是唯受清净最上快乐的境界。三，实现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就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贤公没有学过经教，那么他老人家是如何知道兴旺佛法唯有僧僧相赞的道理呢？那就是靠老实念佛。以贤公一生谨遵师命，唯有一句阿弥陀佛不拐弯，早年就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正如偶益大师之垂教，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由此可见，贤公以老实念佛和本经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暗合道妙极乐妙喜世界，一句佛号，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能契入极乐世界僧赞僧的最高境界。四，菩提心从恭敬心中来，菩提心就是真心，
发菩提心，从恭敬一切众生开始。念老用华严十玄解释本经属于世事无碍法界，慈悲之处让我们体会到，这世界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法界，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既然如此，恭敬每一个哪怕再渺小的人事物，也就是恭敬一切诸佛。比如我们学习班开始以来，同学们的发言稿都要提前整理成电子文本，以便字幕组的义工菩萨提前录入字幕。惭愧弟子就经历过一次，自己的文稿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错字，发现时已经是第二天开始上课，不成想打出字幕时，义工菩萨已经改正过来。在这么大工作量、这么紧迫的时间里，字幕组菩萨能如此尽心尽力，让惭愧弟子感动万分。所谓任举一尘一事，咸慈法界全体。义工菩萨改正文稿错字这则故事里，就有圆满的福慧双修，以其忘记自我劳累的工作态度，对待惭愧弟子文稿谨慎仔细的恭敬态度，就是于此一念间，便由无数诸佛刹土恭敬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以其通达经文方能发现错误之处的能力。每日恭读经文，与师父上人讲解字幕的默默奉献精神，就是冥冥中蒙一切诸佛授记而增长智慧。虽身不出方寸之事，然已如极乐净土。又同时分身到无量诸佛刹土听经闻法，录入的每一句佛经、每一句古大德论述注解，都有佛光普照周身。虽仍是凡夫之身，而未能见此景象，当来往生蒙佛接引时便知，过去点点滴滴善根都是成就往生正因。老老实实念佛，便是心心回向极乐，如此用心，现前已生净土。五，一向专念要把死字放头上，学习盈科法师。盈科法师的故事，自学习以来听师父上人劝勉已不下数十次，今年才有了一些紧迫感，发心老老实实念佛。仔细体味，但凡不能像盈科法师一样三天三夜把佛念来的人，都是依旧在得过且过的人，都是依旧三途六道慢慢闲逛的人。刘老菩萨那么真诚地劝要秒秒秒念佛，那是什么用意？就是念佛要有紧迫感，没有紧迫感，没有危机意识，一定在闲暇之余不能把念头全放在佛号上，净念相继又何从谈起？所以印祖把死字挂在当头，就是刘老菩萨的秒秒秒念佛，就是盈科法师的三天三夜拼命念佛见佛，就是闲工玉郎只管念佛的精神。怎样一向专念，祖师大德们已经做出来了，末法众生做不到就是不信佛啊。关键时刻大难临头，痛苦至极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就表明内心最相信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真的老实念佛，闲暇之余专念佛号，什么时候就是对得起师父老人家了。六，大千世界无有可争之事，唯有老实念佛，僧僧相赞，求生净土，佛法方兴。无量寿经云，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计。
穷尽一生争来争去，都是一场虚妄。梦中即使得到，梦醒也一无所有。贤公最后示现，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指明一切众生是一体，争来争去无可争，何不于强健之时努力修善，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天下第一善。僧僧相赞，佛佛相赞，皆因自性生万法，万法一缘，自他不二。感恩贤公为我表法，各情精进，努力自求，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恳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弟子愿痛改前非。上官同学的报告，我们大家听了，在字幕上也看到了，我确实也很深的感动。他这一段时期没有白学。确实提到了佛法里面所说的甚深的境界。为什么他能体会到，我不能体会到？我们有没有想过？原因就在用心不同。一般人我执深重，一切时一切助理，只要有我这个念头，就是障碍，就是迷惑。所以佛法教学，他从哪里下手？他从无我下手，《金刚经》上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认为思想都有我，错了，看错了，想错了。后半部的意思更深，不但相是假的，念头也没有，念头也是假的。所以后半部讲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意思更深。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前面是三乘菩萨境界，后面是化身菩萨境界，也就是十报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境界。我们有没有？都有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佛是什么？一体。如果还有我人众生受者，这是凡夫。这是迷失了自信。从佛的境界就变成了六道凡夫了，就这么回事情。六道凡夫跟佛是一体。不迷就是佛，不觉就是凡夫，凡夫跟佛是觉迷的关系，所以真正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才真正算是有一点觉悟了。觉悟，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里面一切人事物哪来的？
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能生能现，万法是自性所生所现，它本来是一体。你要承认一体，你就回归自性；承认一体，你就入十玄。华严讲的十玄门，十玄在哪里？十玄在我们起心动念之处，在我们言语造作之处，得大自在啊！那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迷了之后，就变成六道凡夫。啊，所以迷悟的关键，你肯不肯放下我执、无我？无我才见到真我，有我执永远见不到真我。你想的、你见的，是一个虚幻的妄我。啊，这个我啊，根本不存在。啊，想想弥勒菩萨的开示，量子力学家给我们的证明，啊，这个假我假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全宇宙的相分都不是真的，不能执着，啊，不能起个妄想，我要占有它，我要控制它。这叫什么？这叫造轮回业，根本就没这个事情。你看轮回业，你是虚妄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东西现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的，这个苦是自作自受啊，啊，看穿了得大自在，防不防碍？没防碍。事事无碍啊，放下放宽了之后，放下之后可以随缘了道，随缘设法界，跟六道设法界和光同尘，互不妨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叫妙用啊！贤首过世的还愿观上说：“随缘妙用啊，妙用是不着相，随缘不着随缘的相，妙用不着妙用的相。”这个人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啊，这个人的过的生活就是化身菩萨的等级级别啊，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承认啊，这是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没有信心，所以你不会开悟。啊，有信心就能开悟。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从放下来的。啊，为什么那些人能放下，我放不下？那些人知道这个世间假的。啊，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2100兆分之1秒波动之下产生的幻想啊，这个事实真相，全宇宙事实真相，
啊，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可以弹7次，晨起啊，一次32亿乘8000，是320兆晨起。2100兆分之1秒，所有现象是2100兆分之1秒频率当中产生的幻象，这是科学家给我们证明的。啊，科学家发现是最近20-30年当中，佛说这个话是3000年前。3000年前没有科学工具，佛怎么知道的？佛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看到了。清净心能看到设法界一正庄严的真相，平等心能够彻发原体，啊，完全正确、彻底了解事实真相。平等心，我们这个经题上，《无量寿经》的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明了，啊。清净平等心是真心，自然明了。啊，那么上观这一篇报告，我把它总结就是清净心跟平等心。啊，清净心，声闻缘觉真得的。平等心，化身菩萨证得的。我们学佛要用真心，真心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就是没有染污。啊，我听到别人回报，我就不高兴了，被染污了。啊，我听到别人回报我，我不生气。啊，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的心没有被染污。啊，所以你完全没有受影响。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啊，如果你接受了，把放在心上了，你就生烦恼了，生怨恨了，生报复，那就错了。那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为什么？我的身是自性变的，他的身也是自性变的。啊，舌头跟牙齿就打架了，不就是这样的吗？啊，不是，不知道是一体，是一体。别人回报我、侮辱我、羞辱我，乃至杀害我，都没有怨恨。为什么？一体，舌头把牙齿，这个牙齿把舌头咬断了，舌头决定不会生起报复的念头。为什么？他知道牙齿跟舌头是一体。啊，一体哪有不能原谅的道理？啊，说原谅还有痕迹。啊，佛菩萨痕迹都找不到。啊，顺心善缘，没有丝毫贪念。啊，心里面欢喜，欢喜没有贪念。这叫妙。
啊，接受外来的毁谤、陷害、侮辱，没有丝毫怨恨。为什么？一体顺境善缘，晓得啊，是本性本善。遇到的逆缘恶境，还是本性本善。所以他能做到生赞生，他能做到赞叹一切人事啊。我们在学学经教里讲过，因为人造业，有善业有恶业，所以才感得三善道三恶道的果报。三善道跟三恶道功能都相同，为什么？善恶全是业嘛，业系轮回啊，轮回就是从业力变现出来的。三善道消恶业，三善道消善业。那为什么自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有善恶才有六道轮回啊，善恶两边都不要的话，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六道就没有了啊。这才叫至善，才叫真善啊。真善是真善，没有轮回，不但没有轮回，念说法界都没有，高明基础啊，回归自信的，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从相上说的，再告诉你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从性上说的啊，性上样样具足。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从性上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相上说的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也是从相上说的。佛讲这些话，你要知道他从哪里讲的，我们清楚了，明白了啊，对于心相都赞叹啊，对于一切善恶染净啊，是非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心上只佛，跟一切诸佛同一个愿望啊。先人讲愿尽，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的路，就放这一样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度什么？从苦度到乐，从迷度到觉啊！那我们要帮助众生，首先要成就自己。自己不成就，怎么能帮助众生啊？那么若要佛法心，这个生赞生就重要了。我们对人只有赞叹，没有回报，别人有过失不放在心上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要记住心里头没有痕迹啊。如果不清楚不明了，
你是迷而不觉。啊，清楚明了，常常挂在口上，啊，心里面还有个疙瘩在里头，你没有开悟，啊，你没有入佛境界。佛境界里头一尘不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尘不染，像镜子照外面境界相，照得清楚，镜子有没有染？没有。所以佛教导我们用心的要像镜子一样，啊，照见、听见、闻到了、尝到了、接触到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叫事事无碍。啊，那么接触就接触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觉。顺境善缘，不生贪念，没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生烦恼了。啊，没有贪念，没有占有，没有控制。啊，一切随缘，不攀缘。攀缘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不攀缘。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生智慧。啊，智慧照见了，智慧照了啊。啊，才能够帮助众生。啊，修，就用这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把平等心念出来。啊，只要平等心念出来，华严的十玄门就出现了，你就清清楚楚看到了。啊，像诸佛如来。究竟佛果，啊，化导一切众生，化导一切众生，决定不离开极乐世界。啊，要跟阿弥陀佛同德同行。帮助众生一生究竟圆满了，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切诸佛都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我们怎么能回报呢？啊，有人跟我说《无量寿经》九种版本，来问我，我跟下莲居老居士同样的态度，每一个本子都好，每一位翻译的人都好，每一位汇集的人都好，用心善。他不害人呢，都希望人念佛求生净土啊！啊，所以什么人碰到了，会通通都承认，多好，
每一样不喜欢。什么样的人遇到？像圣贤老和尚这样的，九种本子，任何一本你看，好好不好啊？为什么？老和尚没有分别执着，遇到有分别执着的人呢，他就有计较了。这个本子好，那个本子有问题，他就好计都来了。啊，圣贤、海贤老和尚这样这一类的人，不好。你看他一生见到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个不好。啊，一生没有说过妄语，没有欺骗过人，一生没有毁谤过人。啊，一生没有轻视过人。啊，没有不生欢喜心的，这就对了。啊，对人只有赞叹。你看看光碟里头看的有个镜头，啊，收电灯费的，啊，特别给他加了不少钱，啊，那都是收费的人自己拿去的，他没用那么多。啊，老和尚提起这个事情，这个月的费是用的费，为什么会比上个月多这么多？啊，这个收费的人打了他两耳光，老和尚赶紧把钱给他，一句话不说了，走了。啊，旁边的人看到不平啊，要找他来理论，老和尚拦住。忍一忍，啊，忍者自安，没事。他打我，替我抓痒；他吐一脸唾沫，等于给我洗脸。啊，学佛的人要能忍辱。那个人是不是好人？好人呐！啊，为什么？来试验试验老和尚忍辱功夫到什么程度。他来考试的，老和尚只有感他的恩，没有责怪他。就像经典上所说的，割礼王割戒身体，啊，人如仙人，凌迟处死，有没有怨恨？没有。到临死的时候告诉割礼王，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佛说话真的不是假的。那个时候的人如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割礼王就是乔称如尊者。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第一个证果成阿罗汉的乔称如，没有丝毫怨恨心。为什么？为什么？一体，他不懂得一体吗？懂得一体，什么问题都化解了。啊，不承认一体，什么麻烦都来了。所以佛门入门头一个叫破身见。你看小乘须陀洹。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啊，这五大类错误的见解放下了。正须陀洹故，这叫入门啊。啊，身见没有放下，不能入门啊。啊，入门之后就好办了，不入门之前难办的，难教难化了，一入门就好办了。啊，这个就是事出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起点。啊，世间法可以有我见，有我执，佛法不可以，不许过。啊，有我见，有人见，佛法也是世间法。啊，现在讲五乘佛法了，人见佛法可以，他没有离开人。啊，他有我执，有我见，行。如果真正释迦牟尼佛的标准
不行，要破我执，要破身见。啊，这个上官他的用意非常好，他的见地很透彻，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惭愧弟子姜文君，恭敬遵循师父上人此事，每日恭学三遍贤公和尚佛门榜样，日日学习，遍遍加深同刘老菩萨之感，感恩之心越来越强烈。两点粗浅的恭学心得诚敬向师父上人汇报。甲，初学佛种子，幸蒙恩师贤公栽种，每回公玄道，贤公老和尚栽种起花枝片段，总双手合十至诚感恩，仿佛自己就像是贤公老和尚用心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的花朵。弟子恭敬地将真诚之体悟化为一首偈，时刻坚定信心，把握当下，真心学习与效仿。初学佛种子待遇养成，喜投身贤公耕地净土，妙农夫贤公善耕农作，佛种子甚得贤公栽种，日三蒙悉心浇水育苗，扎稳必定得生净土根，持之以恒善根福德增，借福正苦巧补茂业生，丰收之时欲成之佛子，同佛恩师度脱苦众生。弟子这颗初学佛种子，今幸蒙师父上人与贤公老和尚慈悲悉心栽培，师父上人于学习班第34集词语开示，弟子反复恭敬学习并会整记录，训己必当遵循。一、坚定信愿，依教奉行，活学活用，法喜充满不退转。二、恢复性德，圣贤标准，经教戒律落实于生活，成就德行。三、回归自信，有恒坚持到底，五根有力，三学躬身得大定。四、展现真心，不怕苦，承担重任做榜样，回归净土真报恩。恩师对弟子之慈悲教诲，贤公老和尚已为弟子圆满演绎，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一门深入，常时熏修92年。行住坐卧，活学活现，佛号越念越欢喜，非但不退转，更加勇猛精进，直持一句佛号，天天、月月、年年不休息，戒定慧三学功夫熟、纯、深，印证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正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境界。贤公老和尚的行仪与正果，让弟子深信，只要同老和尚坚定信愿，一门深入，展现真心，吃苦不畏，勤力依教奉行，必能花开见佛。
宜，贤公行矣，潜移默化度众生。台南极乐寺于五月底举办佛舞，许多义工菩萨们于道场发心服务，大寮与寮房义工菩萨们更是忙进忙出。某日巧遇寮房长老菩萨，感恩地抓抓他老人家的肩膀，并说：“辛苦您了。”老菩萨缓缓摇头，露出纯真的微笑，并以可爱有力的语调说：“我在念佛。”这句话与这微笑，当时仅觉得熟悉与亲切。走回教室路上，忽然忆起这场景，原来就是贤公老和尚爬上树锯树枝时，笑着对担心自己的居士们说：“没事没事，我在念佛哩。”弟子无限感恩贤公老和尚，其身行言教竟潜移默化深入我等佛子心行。义工老菩萨们每日虽仅于过堂观看光碟，却能准确抓住精髓，工作不离念佛，劳动中有禅机。弟子也更坚信光碟含藏贤公老和尚92年念佛之圆满功德，奇妙殊胜，不可思议。无论是初学或老参，只要坚持常时熏习与仿效，必能回归同贤公老和尚纯净纯善纯美的心境，信愿持名，自在往生。碟片最后一幕之四句偈：“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若在纸上求佛法，笔尖沾干动亭湖。”此偈子与恩师之此事，皆是教诫着弟子修与行应，依教奉行，心上下功夫，活学活用，回归自信，体悟人生百日之真长。弟子必当老实听话真干。以上是弟子真诚恭敬学习的粗浅心得报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恳请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菩萨们慈悲慈语批评和指导，真诚感恩。阿弥陀佛。文经的报告给我们带来了法喜啊，他已经尝到了，虽然不深，信心出来了啊，尝到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自见呢，就是悟出啊，教学最重要的。老师教了，学生有没有领悟？啊，学生所悟到的，有的时候老师还没有悟到。啊，学生先悟到了。这样的学生，老师会非常重视，非常认真，帮助他了，成就他。啊，这个帮助他、成就他，都是做他的真上缘。啊，那么真正能不开悟的，帮助他开悟的，是清音乐。
无间缘啊，清净所缘缘无间缘，是这个三种。清净缘我们都有，一切众生都有，是什么？是真如自性啊，讲的通俗一点呢，就是真心。真心太宝贵了，要学着用真心，不要用妄心。为什么？妄心是烦恼的根源，妄心是罪障的根源啊，用它错了啊。真心，真心里面有无量智慧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自信就是真心，本自具足啊，本来自己具足，他一样都不缺，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庄严，他具足十法界，具足一切诸佛刹土，跟佛没有两样啊。所以世尊告诉我们，给我们透的信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没有一个人没有，没有一个人有欠缺，如来有的我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学佛没有学别的，学佛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啊，帮助我们把自信里面的无量智慧的能开发出来，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啊，开发自性的方法无量无边，所以叫法门无量啊！无量无边的方法，从理上讲呢，一个。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任何一法都能开发你的自性。一个道理，什么道理？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穿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能成佛，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吃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也能开悟，也能证得无上菩提。啊，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干什么事情，海贤老和尚耕地、种地啊，他在种地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日常生活上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处事待人接物，他统统做到了，会用啊，真会用啊。啊，会用是随缘呢、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妙用啊！啊，你为什么造业？因为你起心动念，你分别执着，所以你造业。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六道凡夫。我们哪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一切处
啊，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没做到啊。啊，起心动念太深，无明烦恼，我们见都见不到。啊，起心动念从来没有中断过，没有觉察到，太深。啊，但是分别执着自己知道。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人是菩萨，不是凡人。啊，怎么修？佛慈悲，佛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全都告诉我们的秘诀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用这个心，这个心是真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妄心不能见性，真心能见性。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哪个方法都是妙门。啊，都是成佛门道。啊，门是门径，道是道路，这是门道。啊，八万四千法门不离这个，无量法门也不离这个。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三归五戒十善做起。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违背三规五戒十善，你全做到了。这就是开始用真心的。啊，三规五戒十善的反面，就是妄心。正面就是真心，啊，正面三归觉真净是真心，反面呢迷邪染妄心，啊，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这个是真心。是信德。那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是妄心。啊，十善也如此，十善是真心。翻过来，十恶是妄心。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呢？从事上讲呢，掌握着。这一些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是佛弟子啊。所以真正的关键就是我没有放下凡夫起心动念，我的利益我都没有拿来的利益。啊，我都没有哪来的我所？啊，我所有的全是假的，六道凡夫啊！我们不想当六道凡夫，要把这个抛弃掉。啊，没有我所有的，连我身体也不是我。为什么？我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有生命。
啊，我所有的一切全有生灭，生灭就是假的。啊，连这个地球都有生命，有沉住坏空，太阳系有生命，银河系有生命，这事实真相摆在面前了，我们要修佛啊，凡是有生灭的都应该放下，决定不能执着啊，不生灭的要掌握住。什么是不生不灭？自信不生不灭。慧能大师见到了，告诉我们啊，自信是什么？清净心是自信。啊，他第一句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清净是自信。第二个，不生不灭是自性。第三个，本自具足是自性。第四个，本无动摇就是平等心。心如如不动。啊，不受任何境界影响。啊，不受任何境界干预，就是没有分别心的啊，清净没有染污啊，平等没有高下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在任何境界里头，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分别执着，这就对了。一心念佛，啊，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这一句佛号守定了。啊，一天到晚，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一句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那学海鲜老师，我教大家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要间断啊，真正干这个这样干的人，决定往生净土。啊，将来往生的时候，海鲜菩菩萨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往生。你见到阿弥陀佛，肯定见到他。啊，这就对了。好，再看下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示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之五。阿弥陀佛，近日师父上人将一幅庄严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供奉于摄影棚之中，弟子见此净述学习科注之心得体会，供养诸位法师大德。科注云：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浅言之是菩萨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所以称观世音。菩萨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与乐，所以称观自在。诸佛菩萨于浊世恶苦之中，千处祈求千处应，
化现千百亿化身，救度末法苦难众生。观世音菩萨之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细心观察会发现，菩萨之千手千眼于尘刹寰宇无尽时空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菩萨的这双手是黄念祖老居士苦心孤诣注解大经之手，老人家感恩图报，拼死注经，广集中外经论，苦心参研，连岁带病突疾，宁可书成而失命，不愿辍著以自保。后人才得以见到这部光照寰宇的净土大经科注。弟子习讲及此，每每于台前感动唏嘘，泪湿眼眶。菩萨的这双手是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孜孜不倦宣演大经标写眉注之手。净公恩师88岁高龄，每日不辞劳苦讲经4个小时，尽管已宣讲多次，仍细致认真地标注圈点写眉批。恩师对培养弘法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将一生智慧经验和盘托出，于无量寿经科注学习班中耐心聆听，细致点评，因材施教，一心希望学生超过自己，使佛法后继有人，净宗法脉代代相传，使末法中之正法永续不绝。菩萨的这双手是上净下空老法师提倡传统文化、挽救世道人心之手。老法师曾说，净土大经科注是阿弥陀佛，群书治要是观世音菩萨。因此孜孜不倦倡导成立汉学院，培养群书治要人才，希望成立群书治要学习电视台。近期还不辞高龄，远赴新印尼新马，劳苦奔波，以继成就恢复汉学之因缘。菩萨的这双手是上海下贤老和尚躬耕劳作，以慈悲甘露普化众生之手。老和尚至心称念观音菩萨，而使痈疮得以痊愈。老和尚以念佛之力救度难产母狼，慈悲至极。村民偷掰玉米穗儿，老和尚让他挑大的掰，其同门师兄弟海庆法师更是慈悲心肠。弟子听闻，有一次庆师曾被驴子踢伤，他竟不顾自己伤势，反而关切地问道：“驴腿有没有伤着？”庆师物我一体的慈悲胸怀，令人感动至之。菩萨的这双手是刘素清老菩萨欲知实质自在往生莲花化身之手。老菩萨信愿坚定，用手语显示他蒙佛接引登上莲花，印证无量寿经汇集本之真实不虚，净公恩师宣演妙法之至诚无妄，他留下了世间最美的笑容。菩萨的这双手是上净下空老法师和天主教富铁山长老紧紧相握之手。二老相见如故，志同道合。富铁老离世前仍念念不忘，愿共同成就宗教大学之圣源。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弥陀之悲愿与圣母玛利亚之仁爱之光，光光相融，普化群蒙。菩萨的这双手
是母亲十月怀胎推干救湿养育儿女之手。弟子儿时曾不慎摔伤，右手骨折，母亲含辛茹苦工作，花费十多万元才治愈弟子的手。母亲历经艰难才将弟子抚养长大，其中之艰辛劳苦无以言表。弟子长大之后，母亲又将弟子送至净宫恩师麾下，如今弟子出家修行，未能承欢膝下，道业未成，未能报答母恩，惭愧至极。所幸母亲在家中认真听经念佛，老实修行，母亲实乃成就弟子道业的慈悲观音了。菩萨的这双手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普居士不辞劳苦孝敬恩师培育晚辈普爱众生之手，正是由于师父上人的慈悲加持及胡居士的鼎力护持，才成就了无量寿经科注学习班的殊胜因缘。正是胡居士慈悲鼓励及安排，才成就了弟子听经闻法习讲科注之圣缘。饮水之缘，知恩报恩，学习班同学们的成长之路，正是师长及护法大德耗尽心血一砖一瓦而铺就的啊。菩萨的这双手是随侍师父上人的圣妙法师兢兢业业孝养奉侍师长之手，法师诚敬谦和，戒德庄严，吃苦耐劳，孝养之事亲力亲为，乃常人所不能及。在此随喜赞叹法师之无尽功德。菩萨的这双手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总干事、副总干事及全体义工默默无闻负责尽职之手。多少寒来暑往、披星戴月的岁月中，护法菩萨们经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默默无闻辛苦奉献，在深夜里赶制光盘、编辑文稿、联络各地，在烈日下搬运法宝、洗菜煮饭、端茶送水，在暴雨中接来送往、提拿行李、殷勤接待。这无数双充满爱心尽职护法的手，汇聚成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庄严德相。弟子敬述此文，感动泪下，深感大事之德、众生之恩，称说不尽，累劫难报。普愿众生早日道业圆成，往生净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定会随同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经云，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于此五浊恶世灾变平人之际，苦恼众生于极难恐怖之中，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则菩萨观其音声，寻声救苦，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因此在娑婆世界中，人们都称观音菩萨为师无畏者，诚愿世人普同效法观音之德，于众则以净土妙法大慈大悲救度众生，于己则至心称念弥陀圣号，信愿坚定，求愿往生，此乃报答观音及诸佛菩萨深恩之最佳典范。敬请常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上是弟子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不尽感恩，阿弥陀佛。开启法师的心得报告。
我们也是亲眼看到这两年来修学的功夫提升，但是还是不足啊，要认真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算是一个道场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十几个同修，遇到香港这个地区的开发商啊，把这个山头作为一个新村啊，环境确实是很理想啊，非常安静，空气好，这是香港的乡下，距离深圳很近啊，过去这些地方没有人居住啊，30年前我来过这个地方啊，都是荒山野岭啊，现在都住满了人家。我们也不希望建一个道场，因为我看过很多道场，看到我自己害怕。那什么原因呢？学佛，我们把经教啊都疏忽了，啊，不认真研究经教，当然谈不上落实。啊，那么不能落实经教，大众聚在一起，没有不起哄的。啊，就是斗争坚固啊！啊，这种斗争是无法把它平息的。古时候道场为什么那么庄严？人人持戒，无论在家出家修行，前5年学戒。5年学戒都有基础啊，古人有家教啊，伦理道德因果的观念从小就养成了，入佛门之后就学习戒定慧三学啊，尤其是戒律，前5年完全学戒律，学威仪啊，真像一个出家人的样子，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着重的是金蝉佛寺，名闻利养，我们看到很痛心，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啊，自己教自己都没有教好，怎么有能力教别人？啊，但是我这一生没有离开经本，对于经教非常向往。啊，希望将来能有一个道场，是如法如理的道场能出现。啊，这是个愿望，可能在一生当中啊，都见不到。啊，我看到国清法师
台湾的真就是我去过两次，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所以我劝定后到那边去学习啊，希望他能在那住五年，将来主持一个道场，教化一方，做一个好朋友啊，让世间人能看看什么叫做如法如来正法道场，这个很重要。现在人没有看的样子，他不相信啊。传统文化，我们在汤池做出一个样子啊，虽然解散，可是影响存在啊。今年在联合国的佛教卫生节的活动，我没去参加，参加的同学回来告诉我非常殊胜啊，是过去几年没有看到的啊，好像对于佛法的认知逐渐形成了啊，这是好事情啊。许许的国家的许多国家的大师啊，他们不是信佛教，但是对于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啊，有好感，这都好事情啊。希望将来都能在一起学习啊，这是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宗教，劝导宗教都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共同为世界安定和平做出贡献啊。那么这个实验在图文吧有很好的成绩出现了，这一次在联合国做报告受到大众的重视，好事情啊。图文吧我们在那经营12年啊，2000年我们移民过去的啊，我们怎么做出来的，就一桩事情，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免费招待大家了素餐素食。所以这十几年图文巴几乎每一个人都到我们学院来做过客啊，到我们这吃过饭，对我们很了解啊。那我们在那里发动图文巴所有的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经常在一起活动啊，10年产生很好的效果啊。这些宗教的领导们啊，主动向我提出我们宗教的联合，连起来把图文巴打造成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他做到了啊，市长非常欢喜，我们的活动他都来参加啊，真正的将这个城市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同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一家人啊。那么这一次做出的报告有不少国家大使代表们
都想到图文巴去参观啊，去考察，我们欢迎啊，希望将来有第二个这样城市，第三个这样城市越来越多啊，真正化解所有冲突啊，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啊，人跟人在一起相亲相爱啊，一个城市做到了，希望别的城市以这个为榜样，大家努力啊，这个城市是宗教启动的，宗教带头的啊，所有信仰宗教的人配合合作啊，才有这个成就啊，我们的理想愿望实现啊，这个做得到的，不是假的，只要用真心待人，从自己做起啊，慢慢感化啊，图文巴是十年时间啊，不是很长啊，大家看到了，我相信以后跟做的不需要十年，五年三年就成就啊，从这个地方看出宗教不是迷信，宗教对人类会做出正面的贡献啊，希望大家不能够轻视宗教，宗教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啊，这是过去汤恩比伯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精神文明的核心啊，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比如物质文明还要高，还要殊胜啊，不可以不重视啊，那么开启慢慢的默默的在进步啊，很好，要认真，要努力，首先要把身体调好啊，因为这个地方完全是自动自发，真正自动自发，我们的环境是好环境啊，不能够自动自发依众靠众，要一个好的道场，持戒的道场，认真修学经教的道场，可以帮助你啊，下面还有没有？啊，好，你念你的好了。无量寿经学习班心得报告，悟权法师。弟子悟权在拜读来佛二圣永思集后，有几点粗浅体会，今向上人提出汇报，恳请上人慈悲指正。一，于永思集目录前有两个鲜明图案，第一是悟字，这个悟字非常有深意，不同一般。悟是左边一个心，右边是无，顾名思义是讲我的心，我当下这个心要觉悟，觉悟六道生死轮回真苦，要体悟这世间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念佛往生成佛是真实。要证悟，好好念佛，早证念佛三昧，取得往生保证。第二个，为贤公和尚搭25条祖衣，双手捧着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一书，站立图像，依照沙弥律仪要略增注内容所云，25条一，梵语僧伽梨，此云何？一云众，一云杂碎衣，凡入王宫，生作说法，聚落起时，当着此衣。此衣分为九品，25条衣乃为最上品。可见得贤公和尚当时的心是无比欢喜，欢喜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欢喜为夏老之无量寿经汇集本、黄老的大经集注和师父上人大经宣讲做证明，更欢喜的要随弥陀佛往生极乐净土。二，于永思集目录内容里略举几项。第一，原籍记文是我修行，在贤公和尚弟子印智法师诵读记文内容中，有几句话深得受益，于师教戒信受奉行。贤公和尚注释表法，遵依传戒师父主持，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和尚一生不拐弯，行住坐卧都念佛，于念佛三昧得最上层礼一心，今生即证得法身大事，是真佛，就用一句弥陀名号契入实相念佛，教我梵语成佛，就一句佛号，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六合道场百忍家风，说明道场要兴旺，人人要成就，要修六合净，互敬互爱，顺逆境界都要忍，要学谦卑恭敬，若无其事，心里只有一句佛号，教我如是修学。广演正法，利要有情。贤公和尚注释92年，一句弥陀正得殊胜成就，欲知实质，自在往生，为净宗法门做最好证明，利要现前与当来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我们若肯依之修行，决定人人一生成佛，这就是当生成佛的不二法门。第二，逆境精进，圆修四境。在文革期间，贤公和尚被安排至山下村子做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贤公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就吃锅边菜，这就是修华严奥旨
望尽还原观四净德里，第一，随缘妙用，随顺境缘，保持心地清净真妙，更难能可贵。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僧宝形象，没有脱去僧袍，这就是威仪有责。念念为众生想，念念为众生做，而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众都愿意亲近，称他为文斋公。这是柔和至直具体的表露。后代行事稍松，贤公赶回寺院，生活全靠山上挖野菜，树上摘野果，艰难度过一个又一个年头，这就是待众生苦。在这篇短文中，虽然文字并不多，但却圆满呈现华严的四净德，教我等如何学习，如何落实佛法与生活融合成一体。三，肉身菩萨庆功和尚。庆功和尚11岁时皈依三宝，剃度出家，42岁常住来佛古寺，专修净土，老实念佛。于1991年腊月11日，谈笑事集，自在往生，世寿82岁，僧纳71年。而坐纲6年9个月后，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肤作微然，面貌如生，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大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招募礼拜。庆功和尚能如此非凡成就，欲知始至，谈笑事集，乃至全身舍利，无非是我等深信佛语真实不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所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单就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以清净心、真诚心来持念，不需借由其他修行之法，一直念下去，自得明心见性。所以持名念佛即是实相念佛，是通往成佛最近一条道路，所以称为净中净又净。弟子务全发愿，认真依教奉行，自行化他，落实四净德，觉生净土。心得汇报至此，恳请上人慈悲给予指正。我们听了很欢喜啊，赞叹五全师能发心效法海贤老和尚，这一条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的捷径，关键就在信愿行啊，所以这个光碟可以度无量众生啊，不管光碟的这个内容啊，怎么个说法啊？听说现在有
好多种的版本，大家互相在争论啊，好多任何多的不同的版本都好啊，像目前所看到的，我相信每一个版本都有，你只要掌握到了就行啊，没有一样不好啊，不必争呢 啊一争法就破坏了啊，大家互相赞叹，没有一个版本不好，应该像老和尚一样，一生看一切人都是好人，看一切事都是好事，心里面从来没有一样是不好的啊！不要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我们错了，我们完全用妄心来待人，用轮回心，妄心是轮回心啊，我们要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心来对世间一切众生，佛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跟他自己没有两样，这就好啊！啊，版本不相同，无论哪个版本你喜欢就好啊，不必跟我一样，我也不必跟大家一样，各有所好嘛。像吃东西，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喜欢吃辣的啊，这吃甜吃辣不一样，这两个人还要互相打一架吗？没有必要啊，啊，无不许争论了啊。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佛说无量法门，什么名？各随所好，只要你掌握到了，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法门就是无上法门。为什么？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啊否则的话的时候，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场，还要起哄，还要天天吵架啊，甚至于打架，这是破坏佛法，让外面信徒看到了，信心完全丧失了啊，他们就不来了，那这个因果责任谁负啊？这个因果是断人法身慧命，戒经上告诉我们堕无间地狱，你相不相信这条戒？互相赞叹佛法兴旺，互相毁谤佛法消灭，你是做一个新佛法的人，还是愿意做一个灭佛法的人啊？新佛法的人是佛弟子，灭佛法的人是魔弟子啊，魔来灭佛了，你愿意站在哪一边？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希望我们精忠学院，在家出住出家，寺中弟子都能够学习海会寺的海贤海清老和尚啊，用真心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欢喜心啊，把这一声阿弥陀佛念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啊，其他的可以随顺学习
不必强迫，我们要学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宗学院就是一部经，大乘无量寿经科注就是一部论，华念祖老居士的大乘无量寿经的集结啊，我们同学在一起一个方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将来都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学生啊，在极乐世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成就之后学习阿弥陀佛以无尽的慈悲帮助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戒引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这是多么美好的一桩事情啊，多么庄严的一桩大事情啊，这真叫大事因缘呢，普度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啊，只有一个愿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图文吧，啊，在家出家，有几个往生瑞相，给当地宗教们看看，给当地居民看看，慢慢大家全都相信。啊，现在人喜欢看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他们看到好啊。啊，我们净宗往生有这样的瑞相。希望将来所有的净宗最后呢往生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就是他们宗教的天堂啊，他们说的神实际就是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将来到极乐世界看到那个基督徒，哎，你怎么来了啊，看到印度教徒，哎呀，你也在此地啊，通通都在一个，然后就在恍然大悟，宗教真是一家，不是假的啊！一尘一切尘，无论学哪样，只要用真心、清净心、欢喜心啊，念阿弥陀佛，念真主，念上帝啊，念真神，都是一桩事情。啊，宗教讲的天国、天堂，佛教讲极乐世界，一个地方，没有两处啊！啊，我跟所有宗教这样说，没有人反对呀、啊！啊，听到都欢喜啊！啊，现在在一起，将来跟神，啊，跟佛菩萨，啊，还是在一起。啊，从我们自己做出真正的榜样给人看，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说一千遍，
不如他让他看到我们往生的样子，往生的真相。啊，希望我们同学无论在家出家要认真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向师父问去。